队的指挥人员呢、啊，我们请陶教产彭如玉理事长，高教产刘雅萍理事长，全退盟的江美英理事长，还有台湾铁路工会的谢胜明理事长，四位理事长登上我们的第一大队的战车，请我们理事长现在往大队战车前进哦。来，那个周老师哦。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迈出自由广场，前进凯道。待会我们第一站沿着中山南路就会走到教育部。请问各位，主管全国最。